咁今日咧5月18日就係 Ian Curtis of Joy Division 嘅40周年紀念。不知不過，原來佢都走咗成40年啦。佢可以講話係我一隊影響好深嘅一隊樂隊啦。想當年，喺香港就即係70年代尾嗰陣時，英國嘅呢啲咁冷調嘅唱片喺香港咧就買唔到噶啦。咁當時我嘅喺英國嘅女朋友咧，我就叫佢幫我喺英國買寄翻嚟。我諗 Sam Jo 都係推薦佢啦。咁就其實我個人對 Ian Curtis 嘅評估就係、是，即係一個好冷唱歌天分啦，同埋佢嘅心思好夠啦。咁但係再睇翻佢而家過往嘅一個人嗰個品質就係、是、其實佢就非常之脆弱啦，甚至乎係有啲自私嘅，因為為咗即係自己嘅喜好而放棄自己嘅妻女啦。咁但係最終都係 prove 佢係一個 human being 啦，即係誰無錯咧。咁今日係佢嘅40周年逝世紀念，咁就我自己就好中意 Closer 呢只大碟，多於 Unknown Pressure 嘅。Unknown Pressure 就是他們的首張所謂的 Studio Album Signed to Factory 這個 Label 是很 Raw 和很 Powerful， 但是 Closer 就比較是更成熟了。其中有兩首歌是我特別是喜愛的，就是 Eternal 和 Decades。
OK， 作為一個出票啦。